什么？最新版本的电视人来到了我们的蛋仔岛。Oh my god！ 伙伴们，你们不会还没有发现吧？电视人已经偷偷来到蛋仔岛了呀！小伙伴们，众所周知，在上个版本我们已经找到了可恶的马桶人。可恶的马桶人藏在甜心小屋里，在上个赛季，马桶人藏在甜心小屋的第二个房子里。Yes！ Oh my god！ 这个大家都知道。在最新的版本中，甜心小屋变成了火锅，所以马桶人跟着甜心小屋永远的和我们说再见了。可是啊，今天我却在蛋仔岛中发现了电视人的存在。Oh my god！ 伙伴们，这可是最新的 boss 啊！难道你们还没有发现电视人的存在吗？我操！我来告诉大家呀，小伙伴们，蛋仔岛中的音响人你们发现了吗？有两个大大的音响。伙伴们，这两个音响就是音响人的化身，而最新的电视人的藏身之地也被我发现了。伙伴们，伙伴，小伙伴们，我们在蛋仔岛玩耍，我们抬头望天空，你会发现伙伴们，我们的天空上就有一个大大的电视啊，你们看它是不是和电视人头上的方块一模一样呀？所以伙伴们，蛋仔中的电视人就藏在我们的空中呀。